那我们来干嘛？来见哥们儿，对。路易、Alex， 对，还有所有 Converse 哥们儿，牛逼。China's been amazing. The people are nice, welcoming, excited, so all around it's just a good energy. I like it a lot. How to say it? Well, at least this kind of opportunity is not very rare. Okay, come on.活动完了，马上就去机场。对，10点的飞机，还是折腾着折腾。我觉得这样也还是有意思，是吧？人活着不就折腾吗？不折腾，吧、啊？惊了，这不是这是不是我呀？每次都不一样。2010年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滑板圈里面的超级大事。这个片子当时在我们国内引起了一个很大的波澜，包括很多不滑板的人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都记住了这个片子里面他们所需要传达的滑板的精神。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有一位在这个片子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在现场，就是我们的许莹。给大家可以最欣慰的一点就是，不是说我在这个片子然后多出名，是我觉得我通过这个片子能让更多的没有接触过滑板的人然后去玩滑板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之前国内没有人去做过这种东西，在一个像现在可以完全的依靠媒体去传播的时代，用这种方式去传播给很多没有滑板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还是蛮震撼的。你到一个新的城市，对我们来说也会有新的灵感，找到新的地形。然后这个城市的滑手看到我们之后，我们在做的事儿其实就是跟10年前的你一样，就像跟路易滑板一样。Six months. These days, everything's so oversaturated, and you constantly see.Skate trick on social media, and back then everyone would pay attention to whatever someone was working on, and then now these days it's a little more like you see too much of it. 我们以前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滑板。不像现在小孩子有太多的选择了。我们 all we got is skateboard. 现在是很多好的滑板场，但是只有你自己。原来是没有滑板场，然后但是有哥们儿，他太厉害了，整不过他。Skaters who view skating as a sport will always exist, but it's up to you to push that aside and understand why you like skating as an art form or a passion, you know? So to keep skating fun is up to you, kind of thing. Whoa, cool. It's crazy. Good sound.从来没见过这个动作。我本人是我觉得我愿意拥抱这个变化的。滑板是一个很自由的运动，你如果相对太狭隘的话，这个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也不够酷吧，这个想法。我们其实应该关注的是好的东西，然后是让我们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去面对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喜欢滑板的话，你可能会想办法去让它变得更有意思，就能找回我们滑板乐趣的那些地方和事儿。你觉得我们能找到吗？来成都吧，你一定能找到。摔了好几个，我不知道啊。快玩吧，别玩了，走吧。这是不是怎么着也得试一次啊？我不敢。等一下。就这一次，要不然就坐，要不然就滚蛋回家。好吧，就这个啊。
成都地形还是挺多的哈，刚下飞机就有地形。成都是一个学性所欲的一个城市，因为成都没有人女力那么多，大家都想 chill 一下。Chengdu is more open, more open and more like people more open themselves for like learning stuff or get into something new. 这是熊猫屁股 slide， 在这里自己滑板，然后在这睡觉，什么的，随便起床，随便滑到凌晨五点。还是要回家，或者睡到不能睡太熟，会被赶回家里面。可能 Green Energy 更喜欢叫新的，花新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很漂亮。随心所欲，就去到一个地形，然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做。哎，这个是一个 spot， 你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成都是一个，刚刚好的城市。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支撑你想做的事情。成都其实更像一个比较 chill 一点的一个 hip hop beat。Each style of skateboarding is just like each style of music. You can have punks and the punk style, and you can have hip hop guys and hip hop style, and you can have like normal guys and normal style, I guess. 咱们现在去跟一个 Energy 的滑手见面，听说他现在是在一个理发店，但是这个好像这个给他理发这哥们儿是一滑手，是吧？对于滑手来说，是给他一个滑板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是我们是可以不用花钱，然后是以物换物那种。打招呼了 ，OK。你好，忙着呢。你好，哥们儿。Hello。弄干净一点是吧？然后成动作可以干净一点，对，就是这样。你怎么拿剪子？应该是你，我跟你说，你得这个手指头拿，然后这个小拇哥在这儿，是应该这样拿剪子，没错。对的，你学过？我真的学过，我职高学的这个，我就学校给你家承诺，然后你毕业怎么着怎么着那种，然后实际上我毕业以后，然后丫给我分配了一个那个小卖部。就便利店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卖矿泉水烤肠什么的。对，但我他妈只想滑板你知道吗。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就是我最好的一哥们儿叉叉，然后这是他帮我设计的一个版面，然后就送给你吧。感谢，希望你别嫌弃啊。没有没有，对，牛逼的。对，你要想滑，你就拿牙滑什么的，呲牙脸什么的。就是说实话，群哥，我老家是西宁的，就你那片对我们那一片的人，就包括西宁、兰州、州县、甘肃什么的，影响挺大的。所以，可能是因为那个片，我觉得慢慢开始理解滑板，跟生活这个联系吧。这个道理跟滑板一样，滑板里边其实最难的，无非也就是平衡。所以我不管现在能很少滑板，但是我觉得滑板带给我的还是正确的人生引导吧。尊重你啊，哥们儿，牛逼的，真的。啊，行，我们开始吧。这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刚下飞机的时候，我就有想滑的感觉，就是你看见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一个那个冲动。对，所以我就是在，找有意思的人，然后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再延续我的生活。这我是假的，我是假的。努力。我以为你跟刚才的自己说拜拜。就这样吧，啊 ，show me。OK， 走。有，快，Energy。成都的滑板
更让我感觉到了我们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的那种感觉。哦，这地方太完美了，还有一个坡。我在的环境给我感觉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每天在一块儿一起混，大家想要用这个证明自己，然后正好我也在，我也想记住他们，可以看着他们那个走起来。成都我们的氛围可能中间消失过，但是现在它回来了。当一个滑板人他真的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劲儿来的时候，就是他可以别的东西都不要，就我现在只要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成了那个动作是精神上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我觉得才是就是很重要的东西。这就所以为什么我想一直跟年轻滑手说，你我觉得你还是要多去拍一点东西，然后留下来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抱有 feel。我们到时候可以在这滑板吗？随便弄，随便弄。这就是一个，就本来就做青年文化的。这一波是不是你们专门给滑板准备的呀？没有，其实这边是我的派对场。开放。没有当好。没事。没事，用吧。太帅了，现在我都忘了刚才发生的事儿。成都差不多咱们结束了吧？对，咱们下一站可以去西安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找去找逍遥谷。来了，哥们儿。疯狂星期一够不够疯狂？我们在西安是参加疯狂星期一，我靠！你看现在这个天气疯不疯狂？小虎在哪呢？他来得了吗？我这鱼也太大了，这还怎么疯狂啊？怎么星期一啊？我操！他陪我坐会儿，我的孪生兄弟。哟，来了！怎么说呀，疯狂星期一？现在下雨，所以只能室内先滑一会儿，然后看地能不能干嘛。现在是不是其实已经不太下了，已经停了是吧？走吧，走。行，今年这礼拜这疯狂星期一是在这儿了是吧？先在这儿吧。哦，你是这个创始人是吧？也不是。为什么是礼拜一啊？每天都是礼拜一。俱乐部的教练都是休假的。哦，所以只有礼拜一就是大家能聚在一起是吧？对，也只有礼拜一是白天可以一起滑。哇塞！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当时滑板其实滑得很一般，而且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只能让我去养活滑板。滑板教练这份工作特别适合我了，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为什么不带护具？带护具，
太丑了。你最喜欢听什么歌？龙南。我的价值观一直驱使我的一生，有时候一路向前，有时候一路犯梦。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你我们摔过的跤，顾客相当于是去直接可以用现金去购买你的经验，然后他能获得效率更高的方式，就是一句话能顶我过去两个月的努力。技术门槛首先变得很低了，但它就缺失了我去探索的那个过程，我去坚持的那个过程。大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最终大家都能感受到滑板带给大家的乐趣就不错了。我们都不是这种公立的，都是私立的，现实也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场地活下去。因为大家都有钱赚，然后也都有了份工作，而且我们几乎都是白天在滑板场，然后自己练玩，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出去拍，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棒，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好。去开源经典的 Z 字坡大坡。我一直跟那哥们说我们没有牌儿，所以我们不用等这红绿灯。别看未成年，看这驾照，我不管。心中无灯。你是属于那种 crazy 状态、啊、你不 crazy 吗？你要不然你干嘛发哈吧？带着撒尿吗？不行吧？行啊，不行吧？行。能不能有一两个动作在这儿？先给我一点劲儿好吗？谢谢。打入内部了啊。我根本给他维持秩序。我认为的疯狂就是我尝试的第一次，这对于我自己来说这叫疯狂，就是 yes 我敢，我可以。最牛逼的哥们儿支持滑板，我把帽子送给他，比我更实打实。哥们，别丢了啊！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啊，丢了一帽子。今晚必有动作，大动作。就是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可能朋友会给你动力，让你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他这个就是我说的吧，不要滑了。他说不让跳了，再跳报警，然后我给他发了根烟，他再给我一次。还是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在中国。下一个地形，我们在鼓楼 double set， 不用热了，直接开始。还能比他们硬吗？这个才是滑板。他做什么？他要组装自己。
灯光秀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干什么。可以的，可以的。说什么东西重要吗？你所记录的才是最真实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没有滑手哪儿来的这些东西，别演啊、哦、不好意思，摄像机去的。喂，罗恩，哎，是不是这个重庆麻辣烫？然后那个门口有一这 Love Spa， 这个红色门这儿啊？对，是这。哎，跟这儿别动啊，我出去接你去。哎，得嘞，好嘞，好嘞。哎，行啊，这地儿够中心的啊。对，上北下南，咱都操坐拥在这儿，什么气足是吧？是啊。行，怎么着啊？明天准备都差不多了。来，我上去待会儿。啊，还是这儿舒服呀。我老觉得北京这，其实来来回回滑手能滑的就这些人。你要是，就是做活动，大部分针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服务这些人，可能得多一点环节，让可能就是低龄的、低保龄的这些人能参与进来。你要是放一冰箱，可能人就会，这我家也有，这还能滑呢。人家可能对这个事儿的关注就会更多一点，我是这么觉得。哎，明儿海报就是这样，是你弄的？啊，中国特色，就日子不过了，就明天就把这些家具全都给造掉、拆掉。滑板是大家熟悉的东西，家具都更熟悉不过，每天回家就会。躺着会用，会开冰箱，会在餐桌吃饭，会在沙发上坐着，那不如把这几个熟悉的东西都结合一下。那大型二手这个二手家具回收市场，我们家冰箱寄了。我觉得那床垫子最简单，那床垫子搁一木板，然后平着是一 MagnaPad， 然后立起来是一 WorldWide， 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滑板不就是胡逼吗？这人活着不就是胡逼吗？怎么利用这个不能玩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那一个能玩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应该滑板人应该学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对。这回我来人力的，操，成了这次。行了，再来几贴吧。Yeah! 他们都，因为他们有别的那种滑手在聊天，就说啊，你们滑的时候悠着点儿什么。其实他们要做很多那些挺危险的动作，其实挺有这个冲突感在。是这样，因为滑板跟涂鸦其实应该就是在一块儿的。然后涂鸦其实就是你上街去画，然后上街去画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可能这块就变成一个街的那感觉。其实这种就更北京。北京的小孩就这样，就是会混，就不会挣钱，然后就玩特凶，玩特真，都是这样的。封了一个土地，躺在上面吧。现在开始坑道有鞋啊！一开始我印象还是可能北京还是比较固定思维，然后但是拉斯巴他们，你看李伦他们，大家就都是脑子里。会想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它是玩儿，然后很少的功利性的来看待他们做的事儿。哇，他为什么能直接弹出去啊？但是他你给人的那种感觉是，他说这个东西他不会考虑说我说这话会你会怎么想，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情感。所以北京这边会有点像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种感觉，只是。北方会有点传统 old school，
这沙发好像是给我准备的。现在翻转，翻就是有人能推动，不管是好正面的，也不是说红脸还是黑脸，我觉得能有这种劲儿在，都会是好的。现在吹飞一双鞋，因为很真，很真实，能感受到他的情绪，这个是很难得的东西。这样造化。嗯走，就是你在探索的时候，其实可能更多伴随这个探索的是迷茫。北京的这些孩子一直没有放弃探索，他没有说看到某一个清晰的路线之后他就要去走那个了，他们都一直在探索那些边界。就这么着，就是怎么着，那番都这么一样。行，这时间天歪了，牛逼啊！多谢捧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钱，然后都是混着，然后就是哎，我有钱你吃我，明儿没你有钱我吃你的，就都是一个这个状态。但是我们的都是很纯粹，我们都是为了要滑板，我们喜欢这个滑板，我们想在这上面一直站着。其实什么东西都是一样，你人、动物、植物都是。吃的太饱的话也都不会太好的，稍微饿着一点啊，然后会状态会好一点。人其实也一样，所有东西其实都是通着的，是吧？你一个这个滑板的道理，然后跟这个人生的这个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很多东西你细想一想都是一样。说实话，在北京滑板有一点无聊，所以我也会找一点别的事情，然后去做。看了，外边拿着滑板，小姑娘踩着滑板，穿了双弄正的鞋。我可能去海南，然后找原来一块玩滑板的哥们，然后他们也在那边，现在常年在那边冲浪，然后是一个浪人的角色，所以我准备去找他们待几天，然后一块玩几天。能多能上次有进步就行。哎呦，怎么着？这就搓上了？怎么着，哥？多危险啊！这两天来干嘛来了？这就看你喜欢粗沙还是喜欢细沙。我喜欢粗沙呀。粗沙的你就使点劲儿，猛一点，就有劲儿。我那种都是细沙。而且就是在海边生活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舒服。对，就是能让你的心静下来，就是没有那么脏。这种天气，这个点也就是咱们几个出来了，浪人都懒得很。过到那儿了，那个根儿呢？你看那儿的，那根儿是吗？对吧？不小呢。前面不远，还能再看一眼沙滩。冲浪和碗池的时候一模一样，没发现？碗池不就一堆人卡在边上，就看谁把握的机会，果断的先踩下去了。冲浪也是，你但凡犹豫一下，就已经有人走了，启程了。你家这电话是板砖吗？这路通了，然后就去大石头吧。啊，大石头是吧？啊。这个东西就是从冲浪来的，都是不冲突的。滑板跟冲浪是可以互相帮助的。怎么样，好玩吗？像吗？哪儿好？挺大的影响，就是我去冲浪回来以后，就是让我的思想更打开了。大环境的话，我觉得这因为我左右不了，你明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大能力，然后我去做什么东西那种，就是我其实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能让我自己就是不丢了。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迷失了，然后丢了的话，那我觉得我还谈什么这些那些呀。
狂兄弟，他们比我更疯狂。我最喜欢的你都跟我分手。我能给你家手机砸了吗？行，我不去了，你放心吧。不好意思啊，给你找麻烦了。别人带我换地方，然后我醒的时候，我在那个跳舞那个舞池里边醒的。你让我对着镜头，我就不行了。